因为你的头好重哦。好像香菇吃到呢。怎么稀稀突突？咬不断。我剪小一点好不好？我给你交换。那个。没关系啊，慢慢夹啦。你怎么感觉你夹到空气？那个。你要闭着眼睛吃。这眼睛是更有味道。因为头很重，我嘴巴没有停。好了好了，我床上去睡觉了。嗯。好，把我拿起来。